妈，给我买一个手机。你们买手机干嘛？玩游戏啊。我们班同学全部都有手机。行，走，我带你们去买。好啊。你们自己选，看想要哪一个。我喜欢这个。我喜欢这个。那就拿这个，一千多了，好不好？这个一千多的太便宜了，我们要买就买好的，买贵的。好。老板娘拿最贵的来。好，那就拿这种五千多的。老板娘装起来。妈妈，你怎么没钱了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没钱了呀。那我们只能下次再买了。好吧，那走吧。儿子，现在是不是还很想买手机？既然你们那么想买手机，那我们就一起去赚钱买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们是想赚月入五万的呢，还是月入五千的？肯定是五万啊。月入五万是博士生才能够赚得到的，你们现在能做到吗？能。那我们只能带你去赚月入五千的工作咯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带你们去，走。江南花已凋落，怎堪再斟酌。觉得很累，好累。孩子们，这是我们半天的工钱，我想问你们现在还买不买手机？不买了。你们姐来干这个体力活辛不辛苦啊？辛苦。那你们以后还想不想干这种体力活？不想。我希望你们以后能够月入五万而不是五千，还这么辛苦。知道了。那你们以后要不要好好读书？我们一定会好好读书的。我们回去吧，今天就先干到这里了，走。